现在要更换 HKS 四代型的泄压阀，现在将原本的宾士头现在要来拆换成叉身的变身阀啊，现在在嘴部的部分啊共有六角的螺丝，然后它的螺丝有深浅度有不一样，我们只要拆卸比较突出好的六角螺丝，比较突出的位置对角四颗来做拆卸，总共有八颗啊，八颗螺丝，只要拆其中的四颗，就可以将外侧的盖子啊做拆卸，然后取下宾士头。再来取变身阀，变身阀与原本的后方都有定位卡子，取下外盖，看到这里有两个凹槽，一大一小，对准后放入，再以原本的组装方式再做结合，四颗螺丝再做固定就可以了。四颗螺丝在上紧要平均的分布，确保压着性。